行动哈，完全是民间团体，共同发起的主办的哈。那这次事件的这个标题叫做228.0，啊，这个走寻真相啊。那主要这里面有两个意义了，一个是228本身哈，我们的这些合作的朋友认为，到现在为止就好像坐标的原点在零。距离原来的这个事件的那个真相程度啊，还是很模糊，也就是我们一直没有走出来，我们希望能够走出来啊，所以才叫做这个走寻真相。没有真相，很难得有资格去原谅，有资格去谈宽恕啊。那这是今天的这个行动的一个很重要的缘由。那我们要强调的，这个不是一个活动，这是一个行动。最重要的还是希望现在的政府能够加速转型正义的工作赶快完成，希望能够台湾变成一个健康又正常的国家。第八队、第九队的队伍请依序接上，那第二、第三次请接在最后面。